到今天的节目，我们经常说民以食为天，但对于食物来说，自然就是食以安为先。保证食品的安全性是食品企业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在疫情的影响下，食品安全更是成为了全民备受瞩目的焦点。只有筑建好食品安全的防火墙，才能守护好我们舌尖上的安全。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专注致力于食品杀菌设备的金鼎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山东省诸城市是全国首屈一指的食品及食品机械产业名城，拥有着全国最完善的食品加工环境和产业链条。它是我国最大的食品机械产业集群、制造基地、供应基地。金鼎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就坐落在诸城市西外环Zhuhao路北首路东土墙工业园，拥有员工近200人。公司以健康、便捷、美味为产品宗旨，形成的集原材料供应、产品开发、工业设计、实验设计、成品检验、生产经营、储存运输、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完善的公司运营体系，始终坚守品质之心、匠人之道，致力于热力杀菌设备的制造。自主研发的旋转杀菌釜获得了国家专利。早在1995年，诸城的食品机械初步兴起时，年仅22岁的孙小春，在大多数同龄人事业的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就从一家很不错的国有企业辞职，跳下了海，怀着对机械事业的满腔热血和一股子韧劲，走上了自己的创造之路。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梦想，想长大了以后可以了做点事情。我本来从小就喜欢机械，想将来有一款自己的产品啊，有什么什么机械产品，就怀着这个目的下海了吧。当初刚开始干的时候呢，没有技术，也没有资金，一切是从零开始。我自己本人就是要不断的学习，那时候当然还是模仿嘛，学习同行的一些产品，后来再后期模仿外国的、日本的，做好了以后再到用户家去验证，就这么一点点积累下来的。现在我们诸城我是第一家搞的，那我就是第一个研究的。直到1996年的夏天，制造了属于他的第一款产品——立式杀菌釜。这台杀菌釜的问世，对于诸城来说也是第一台，对于孙小春来说，更是特别的自豪，也有极大的成就感。但随着食品安全市场的兴起和不断壮大，一直到2016年，20年期间，诸城催生出了很多的同类行业，先后诞生了共计100多家从事杀菌釜的企业。论生产规模与资本实力，都比金鼎要强很多。行业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很多客户在这个阶段不是特别的理性，纷纷选择了一些规模大、产品价格低廉的供应商。而在2000年到2013年这段时间，孙小春与团队更是忧心如焚。这是金鼎最困难的阶段，面对同行的效仿、人员的流失、核心技术的被盗，争取不到更多的客户，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金鼎是如何在这场战役中立足的呢？不管做什么产品，你如果细节做好了，才是真正的做好。我们家要本着质量第一的这个原则，对用户的服务要好，那么时间久了，用户就会口口相传了，包括我们的同行也会说我们好，我们对行业是有贡献的，
从来没有破坏秩序，我们不会去低价竞争，去做质量不好的东西，去损害客户的利益，有这样才有未来。他们一步一个脚印，通过每一次大胆的尝试和创新突破，稳定品质，向零缺陷迈进，对杀菌釜的产品质量层层把关，力求呈现出健康、便捷、美味的真意。现我公司主推产品为喷淋式杀菌釜和水浴式杀菌釜。喷淋式杀菌釜，我们采用高精度仪表进行控温，采用我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焊接板壳式换热器，锅内喷淋装置可拆卸，方便后期清洗。所有设备的入口全部带有进口过滤器，防止异物进入设备内。水浴式杀菌釜，我们设计合理的进出水口位置，设备内部带有淋水板，可有效提高热分布效果。热水罐采用独立支撑，防止杀菌釜受压变形。采用我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式水汽混合器，换热效率高，噪音更低。他们一直不断地完善制造，顺应时代，顺应市场，满足适合不同客户的新产品，最终带来了希望的曙光。陆续客户都转而和金鼎合作。金鼎从诞生到现在，孙小春带领着团队严格把控产品的质量和细节，注重质量意识的种子已深深埋在金鼎团队里的每个人心里。持续关注用户需求，为客户提供最优化的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提升产品竞争力，随时为客户提供完善的技术支持，一直是金鼎追求的目标和使命。经过多年的发展，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并有多项创新，处于国际领先位置。同时，金鼎现代科技和机械的完美结合，也得到市场上广大同行的青睐和高度赞赏。康师傅在去年的时候开发了一些新的产品，需要一些定制的设备来满足我们康师傅的一个配料包的一个需求。那我们就在国内呢前三名的企业我们去寻找，那这样呢我们找到一些有自主开发能力和能配合我们研发能够达到我们产品标准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考察到金鼎。那金鼎的加入以后呢，我们就研发了一些高温乃至于常温的一些产品，跟我们原来接触不一样的技术。那金鼎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他们是派驻了专业的工程师然后驻场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产品的试制啊。那试制成果以后，那金鼎他们每个月都进行一次回访，有半年的时间来辅导我们把这支产品做的品质稳定。金鼎机械凭着精湛的工艺，保姆式的售后服务，在业界筑起了一面金字招牌。凭借着合理的价格体系，他们生产的设备不仅在国内销售，而且远销国外，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等国家，赢得了海内外众多客户的信赖。那我们希望呢，金鼎呢未来跟我们有更深的一些合作，而且他们在肉制品深加工的行业呢，开发出更多不同的产品啊，然后不同的设备来满足我们康师傅的发展的一个需求。在金鼎工作14年了，从2007年大学毕业到现在。2007年的时候，公司是刚刚开始外贸团队的建设，到现在出口100多个国家。我们本着服务为本、品质创新这样的服务理念，服务好每一个国内外的客户。金鼎机械有了今天的成功，离不开背后每个金鼎人的付出。他们坚持以责任、诚信、创新、发展、共赢为企业核心价值观，以打造国际知名杀菌釜品牌为企业使命，以做好产品、奉献社会为经营理念，来实现企业的不断完善、壮大。只有脚踏实地，方能行稳致远。金鼎机械度过了20多年的变迁和竞争激烈的市场考验，孙小春带领的团队以坚定的信念和不变的初心，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在追梦路上，他们还在继续拼搏创新。感谢收看，下期再见。